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权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旋律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杨姐，快点快点上钩了啊！啊，是吗？我来，给干开！啊！我们已经到达了新开发区上空，可是感应器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！小心点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那一带的确出现过异常强烈的生物能量反应。明白。怪兽是不是消失了？那个生物反应强到会被记录下来。怎么可能会突然消失？说的也是啊。哦，你们辛苦了。哪来的什么怪兽啊？连影子也没发现，会不会是感应器发生故障了？感应器很正常，没有发生任何故障。我也用卫星雷达探测过那个地区了，也没有任何类似有怪兽的反应。有必要继续监视，保持警惕。嗯，对了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叫怪兽追踪器，只要把这个子弹打到怪兽的身上，它就会发出特殊的粒子信号，不管怪兽在什么地方，都可以用这个小型雷达探测得到。以前的雷达和感应器探测不到的东西，用这个东西就不存在问题了。掘井队员，马上到现场去。明白。啊，你说有怪兽？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没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真是的。如果怪兽不出现的话，我想装也装不上去啊。这么好的地方，实在不该为工作而来呀。那个人，梁介，你不是梁介吗？掘井，听说你在胜利队干得不错。哪里，马马虎虎啊。对了，听说你在宇宙开发中心当研究主管，对吗？哼，其实和搞研究相比，我更希望自己加入胜利队，活跃在第一线。很多事情都是靠运气的，像我这么笨头笨脑的人居然进了胜利队，而你却没被录取。你是靠实力进去的啊。你拥有当发明家的特殊灵感，还拥有调节团队气氛的开朗性格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看你还是去看医生吧。你是沙耶香？梁介，你又开始发作了，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的事不用你们管。
遇到梁介已经够意外了，居然还遇到了沙耶香你，真是太巧了。这不是巧合哦，其实我是跟着梁介到这儿来的。出了什么事吗？那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。有一天梁介突然来找我，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非常健康，后来渐渐的变得很奇怪，就像刚才那样。对，他说他要到这儿来静养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来看看他。开始发作了，难道是实验的一种副作用？谁啊？你在干什么？绝境呼叫总部，新开发区的能源中心出现怪兽，昨晚的生物反应就是这个怪兽发出的，绝不让它逃掉。明白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全体出发。明白。快回房间去，绝不可以出来，听到没有？怪兽追踪器，好好发挥作用吧。看你的了。好，你怎么搞的？还好，怪兽消失了。消失了。跑到哪儿去了？哦，终于有反应了。怪兽怎么可能在游泳池里呢？梁介，原来是你呀！喂，你身体好点没有啊？你还记不记得绝境？五年前的比赛。什么比赛？看谁在水里摒气的时间长，赢的人就有资格当沙叶香的男朋友，跟小孩子一样。记得记得，我当然还记得呢。那个时候我输给了你，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赢，因为我已经脱胎换骨了。
绝警队员，怪兽追踪器有没有什么反应啊？查到怪兽的行踪了吗？嗯。那怪兽在哪里啊？我想先拜托你们一件事，请帮我调查一下宇宙开发中心的真田良介的近况。这事儿以后再说，怪兽的事更重要。不要问我原因了，拜托了。喂，他怎么搞的？我跟着他看一下啊。啊，军警队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说出来你不相信，怪兽追踪器的反应是从他那儿发出来的。你说的他是指真田良介吗？啊，不可能，是机器的反应出了问题。但是说不定他跟这次怪兽出现有什么关系。那我马上向总部报告。哎，不，等一下。其实真田良介是我大学时就认识的好朋友，所以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请不要让总部知道，拜托了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去调查。嗯。在吃饭以前，到海边去散散步好吗？好啊。可是，有件事我想跟你私下谈谈。喂，我是绝警。真田良介的资料我已经查到了，他现在呢正在长期休假。不过有件事很奇怪。什么事？宇宙开发中心保管着一块陨石，有人从那块陨石里面偷走了宇宙细胞埃布隆，而研究埃布隆细胞的成员当中有真田的名字。埃布隆细胞？你看一下这个。埃布隆细胞会使被移植生物的能力呈现飞跃性的提高，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电力能源供给，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。电力能源？难道说良介移植了埃布隆细胞？我的父母是非常优秀的天才科学家，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大的压力，不管什么事情都必须拿第一。进大学以前一直都很顺利，可进了大学之后，我遇到了两次失败。一次是我不能进入胜利队，另一次就是被你甩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？那你告诉我是怎么样的。梁介，你怎么了？梁介，梁介，我带你去 TPC 医疗中心检查。这不是生病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埃布隆细胞植入你的体内了？这是强烈的副作用，照这样下去你一定会死的。我一定要拿第一，永远都要第一，所以我才移植了埃布隆细胞。算了，拜托你不要这么硬撑了，梁介。不行，照这样下去，如果我不是第一名的话，就没有人会爱我。梁介，你错了。像绝景，虽然他的腿很短，人又那么胖，老是说一些无聊的笑话，可以说满身都是缺点，可是即使他有这么多缺点，大家还是很爱他。你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当然了解，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啊。你们怎么会了解？我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得拿第一名才可以，我是这样长大的，你们怎么可能了解？梁杰，哎呀，绝技，你没事吧？怪兽出现，新开发区出现了怪兽，胜利飞燕号出动。快跑！
大谷、新城，我们去协助饭店的客人避难，掩护我们。明白。明白。我是觉醒，立刻停止攻击。他不是怪兽，他是人，他是人。这怎么可能？救命啊！快跑！快走！快！快跑！快！哎。快出来、嗯、快点，大家快点。傻瓜，绝景，绝景，你还好吧？大谷，紧急跳伞！明白。是迪迦奥特曼。切！奥特曼为什么不反击？可能迪迦奥特曼他也知道，其实那怪兽是人类移植了埃布隆细胞后变成的。迪迦奥特曼不断地吸收怪兽艾伯龙身上的电流，等待着这个怪兽再变回人类。
啊！梁介，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黑暗的角落，而你却把心里最阴暗的角落都打开了。好好的睡吧，再也不要和别人竞争了，求你了。过去，人类曾经在海洋进行核试验，海洋中残留的发射能产生了怪兽雷洛斯。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，从深海来的紧急呼救。